眼睛，你看他眼睛在这边，我帮他洗，我帮他洗，只是是骗我们的。起初医生跟我们讲，可能他的眼球是发育比较不好，希望说我们是抱着很大的希望，就是人家讲有什么秘方，我们就去请。一路来有瘟神啊，哪里有什么，人家等到哪里有什么庙啊，有什么，有希望我们就去请。然后最后，那也是全部都是好像是讲有这些科学的东西。然后医生就跟我们讲，他可能是没有眼球，所以是没有希望。所以我们也慢慢放下，就接受了。然后我就去找那些，就找学校咯，就找。特殊学校老师，这关就算爱因斯坦来了也得甘拜下风。别看第一关简简单单，一旦到了第二关，他就讲你的孩子，这关就算爱因斯坦来了也得甘拜下风。别看第一关简简单单，这个是还是正常的，只是他是有这个缺点，就他这个问题，所以还是没好。像他老师，我自己也是看不到的，但是我也是一个人啊，我也是看不到的。Thank you.